哎，大家好，今天呢是哦，2019年10月8日哈，在那个做直播的一个时间哈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各位分享的哈，有三个主题。第一个哈，八字哦不等于能力；第二个风水哦是一个地狱学；第三个呢是一个古佛论命哈。那欢迎呢，大家呢今天呢收看《罗一乱乱说》哈。那邱一泉哈，你好哈，那。今天来说，很多人啊，他在学八字的时候呢，他会有一个盲点，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盲点？他会把八字呢认为说啊，八字是等于他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能力啊。甘凡你好哈，今天下午去剪的哈，秋山你好哈，那来说，所以呢，才会有了八字。什么格局？什么格局？什么格局？你七煞格比较，去走什么，军警啊这一些对你比较好。但是呢，实际上各位，各位你要先了解到一件事，了解到什么事？其实八字啊，其实并不等同是你的一个，能力。我们要先知道，就是说，很多人往往他在某一块，我们都说他财运好。官好，可是啊，我们会发现到很多情况，什么情况？我们会发现到，就是说，他虽然财好，他虽然官好，可是呢，他的成就就一般。我相信啊，很多人啊，都有这种的情况，都看过很多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不是那个吗？他的一个八字应该是很好吗？可是为什么他的成就反而没有办法显露出来呢？各位，他这一边就是一个怎样？他这一边就是一个我们一般人时常会有的一个迷思。其实呢，八字来说，它并不决定你的成就。应该说八字不决定你的命，为什么？因为相同八字不同命啊。相同八字不同命，所以呢，八字来讲，它并没有决定你的未来一定会怎么样哦。不然的话，相同八字的人应该都差不多，可是呢，实际上。相同八字的人可能会天差地别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八字呢，它并不决定你的命，相同八字不同命，所以呢，各位你要先知道，其实啊，一般人，我常讲啊，一般人其实不用算什么八字啊，一般人算什么八字，不需要算八字，但是一般人呢，他一定要做一件事，就是。他要培养能力，一般人算八字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假如没有能力的话，就算给你这么好的一个运，你要记得一件事你要记得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我看看因为马匹他的状况没有很好嘛。Hello， 那可能那我可能就要那个了，我重新再开一下，因为我是用两边，结果我发现到
因为刚刚断掉哈，所以说我重新再开另外一个。好，那八字啊，哦，我重新再开一个，各位到另外一边去看哈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哦，就会知道，就是说啊，时常啊都会有一个现象，什么现象？就是啊，你的一个八字来说，哦，你的一个八字来说啊，很好，但是呢，你的成就却一般般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各位，那个就是因为我们一般人的能力就只有到这样。好像我学生呢，就曾经有跟我讲。他跟我讲了什么？他就说：“哇，老师啊，我看了这个人八字财运非常好，可是啊，他却出现了一个问题。他出现什么问题？就是说啊，他的一个状况，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司机，所以呢，他就只是会开车。那他只要会开车的话，其实他的财运再怎么好，都有一个限制在那里，都会有一个极限。”所以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往往呢会出现的一个问题，哦，它就是我们一般人往往会出现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会跟各位讲，就是说哈，啊 ，Jace 你好哈，我就会跟各位讲，奇怪，今天的网络连线有够烂的烂。网络连线，Hello， 哦，没办法哦。又定格哦，那没办法哦，那不好意思，今天哇，我没办法用这个，今天的连线有够烂的。好。那啊，算了啊，就直接在 FB 哈，因为今天我是用双边的，但是结果 YouTube 的一个状况有够差的。好，那没关系啊，我就直接在还是直接在这边了 ，YouTube 那边就暂时先停掉啊。那我们就会知道说，很多人啊，他就会产生这一种情况，就是说，在于啊，他的一个能力他不强，所以其实一般人啊，我不太建议说他就只是怎样，哦，我就不太建议说他只是呢，就在一个那个运程上呢，他去在那个运程上面去打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般人来说呢，哦，我会比较建议他呢怎样，而在能力上，为什么要在能力上呢？因为能力上来说的话，哦，能力上他呢就算没有运，哦，他也一样可以，哦，怎样维持一个稳定，哦，陈宽如你好哈，哦，好久不见了，哦，所以呢，在这一个情况下哈，哦，我一会跟各位讲，就是说啊，我们的一个运程来说，我会比较喜欢呢，跟
各位就是说啊，讲就是说，虽然我们是对运势很重要，但是其实呢，能力呢，我会相对而言更重视，哦，我会更重视能力，因为你的能力呢，才会决定你有运，然后呢，你这时候有能力去做这件事，你会经商了，那我相信你的一个状况一定会不错。但是呢，你有运，但是有财运了，但是你不会经商，请问你有这个运要干嘛？你不能干什么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时候的你不能干什么，所以呢，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啊，其实一般人呢，先从自己的能力去培养起来。哦，很多人空有梦想啊，什么梦想？哦，像我以前我也很有梦想啊，我想要打 NBA 啊，我想要打篮球啊，哦，天天去练。但是呢，各位，我们的能力有到那里吗？当然没有嘛。结果呢，不要说打个 NBA 啦，连打个校队都打不进去啊，跟人家比起来，哇，他妈身体也没人家壮，什么都没有，被人家撞个两三下就飞走了，能力不足嘛，了不了解？能力不足，所以我一直都跟各位很强调，就是说我们要去培养我们自身的一个能力。各位不要小看能力，哦，各位不要小看能力，因为你没运，你的能力是可以让你吃饭的；那你有运，你的能力是可以让你大发的。所以各位，这一点，哦，我一直很强调，了不了解？所以呢，很多人啊，都把八字，哦，为宿命，哦，八字当宿命。其实八字哪有宿命啊？八字不等于宿命啊。所以总认为有一个好八字，它就能够怎样？其实啊，不能够怎样，了不了解？好八字不能够怎样，而是呢，你要怎么去做才是真的。那假如有一个好八字的话，哇，那怎么会相同八字会不同命呢？所以各位哈，不要再对八字有这一种迷思，有这一种幻想。不然的话，很容易会产生呢宿命论。一旦你宿命论了，各位，你在学八字就会出现什么问题？你在学八字就会出现，因为你认为是宿命嘛，你就会想要变成神算。那一旦你变成神算的一个情况下的话，各位，你就会什么都想算。但是各位，你会不会想要，你就不会认为八字是怎样，它是可以改变命运的，而是认为八字是宿命。所以一切呢，哦，都要透过八字的一个状况都可以看得出来。那这样子来讲的话，失去了八字的一个意义。那你这样的话，对，你成了一级神算，哇，你可以算出很多事。但是呢，接下来你对于人生的态度会变成是怎样？你会变成就是啊，就这样啊，你改不了啊，你的命就这样啊，变成是这一种的对命的一种态度。那请问这一种对命的态度会是一个很正向的吗？不会，你反而很容易流于呢怎样，你反而容易流于就变成是一个宿命，认为命运是不可改变的。那这个八字在你的手中自然而然死掉了，好，自然而然就死掉了，因为你已经变成是追求神算，哦，你已经变成是追求神算，所以这一边呢，就会让你们出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危机。当神算不好当，因为当神算的时候，什么事情都让你算得准准准的时候，各位，这时候啊，你就会产生一种心态，因为什么东西都可以让你算得出来。你会认为什么东西都是宿命不可改变的，那有一旦呢算到你自己的运程不好的时候，请问你会想办法去解决它吗？答案是不会的，答案是不会的。所以八字呢，你要先记得一件事，八字它并不等于是你的能力，它什么都不是，八字就是一个运势而已，你就这样子界定就对了，八字就是运势。
给你这个运，你怎么运用？那我们人呢，还有另外一个空间嘛，哦，空间还有我们的自己本身的条件嘛，这些都不是八字可以帮你怎样主导的。你住的地方跟八字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本身的聪明才智跟八字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啊，那一些都是属于独立的项目。你以为八字印多就一定很会读书吗？也不见得哦。各位，八字印多也不见得很会读书哦。八字财多就一定啊很爱玩吗？也不见得哦。只是说可能比较有这种现象而已哦。那来讲的话，他有属于他个人的一个资质，所以呢，这些都不是八字可以掌握的。他要住哪里是他的一个选择，他有多聪明，这个不是八字限制他，可以透过后天的培养。要不要解？他是可以透过后天的一个培养，所以一切的东西呢，都不要把它宿命论。八字只是呢一个运程。这样子而已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，你都是属于独立的一个个体。八字就算呢，你跟别人的八字一模一样，你还是独立的，因为我们命理的三要件，天人地，天人地三才，天就八字，好，八字跟人家一样，可是呢，人跟地绝对不会一样，所以我们都是独立的。了不了解？我们都是属于独立的这一块，我们是属于独立的这一块，所以我会跟各位讲，就是说不要太小看你自己。那我的八字不好，不好就不好嘛，只是表示你的运程比较差嘛，有表示你这个人很烂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人家讲的啊，三分天注定嘛，七分靠打拼嘛。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还有七分啊，我们还可以办法去操作啊。那你为什么就这样把你自己放弃掉？这一个就是很多人给命理师算了以后，反而落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哦，他反而落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所以，我呢，在此啊，我会跟各位讲，就是说，八字不等于你的能力。你不要把八字什么都不顺呢，都怪到八字上。八字只是你的一个运势，只是呢，在你还不懂你八字之前，你会大多数照着你八字去走，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运势是怎样，所以你会照着八字去走。当你了解到你的运势的时候，当然啦，自然而然你就会怎样？知道哦，前面有个坑啊，我要跳过去啊，不是前面有个坑啊，那你妈照样跌进去，就不一样了哦，就不一样了哦。所以呢，八字来说，它就是给你一个运势，这个运势你要怎么用，各位很重要，这个运势你要怎么用很重要。好，所以说呢，算八字为什么？你们学传统学的都很喜欢哦，五年一个大运，五年一个大运嘛，天干嘛，对不对？天干五年，地支五年啊，你这五年不好，你这五年很好哦。各位啊，五年你会不会觉得范围太大了？你会不会觉得范围太大了？我觉得范围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五年呢、欸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年会好，我明年会好，还是后年会好？你不知道呢、欸。但是呢，我只要是算你今年几月到几月要注意，其他的时间都不错。哎，各位，这样是不是明确多了？所以呢，要记得一件事，我们人呢，很多人啊，都要算他一辈子。我说你神经病，我说你神经病啊，算一辈子干什么？你今年过完，我问你，明年就十年了吗？就一年一年过嘛，你今年过完就明年，明年就后年嘛，那你干嘛要算一辈子？而是呢，你要根据你算流年，
了不了解？就是说，哎，你今年哪几个月你要特别注意？然后呢，哦啊，今年让你躲过，哎，明年有哪几个月我要特别小心？甚至呢，要怎样？哎，要特别努力，这样子啊，我才有办法哦，变得更好。各位先，你要讲，你要知道一件事哦，上市公司的负责人，他不是因为走了一柱衰运而会换哦，在我们碰到的是，他只要有一年的衰运，上市公司就可以换人了哦，而且是在某几个月而已哦，也就是说人生的失败非常非常快哦，你要成功很慢很慢，可是你的失败非常非常快。所以为什么五行派都跟你讲说要注意这个危机点，要注意那个危机点，小心哦，不要一脚就这样子掉进去哦，死得很难看哦。各位，因为失败非常的快，而且很有可能失败你根本就不自觉哦。为什么你不自觉？因为你只要照传统学来讲的话，一个好运，对不对？用神到了，哈哈哈！我准备最少五年的好运嘛。哎，你可能在用神大运里面就一败涂地哦。哦，因为我以前的学生呢、啊、就是这样子啊。我去教学的时候、哦，我去教学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：“哎，老师，你看哦，那一栋房子，那一栋房子，那一栋房子，哦、之前都是我的，那现在呢，哦，都不是了。”那我一听到啊。我就说好，你八字先给我，你八字先给我。那我就跟他讲，哎，是不是这一年出大问题？结果他一看到以后，他马上头就低下来，然后他就不讲话。他说没错。那因为他年纪比我大，那时候他在学八字的时候还没有 APP 啦，哦，不像现在那么方便，直接用输入了就好。那时候他是怎样？那时候他是用手写的。那手写的呢，各位，他就把他大运圈起来，好运嘛，结果他的破产就是在人生的大运，他整个他就说，老师你看了、啊、我那时候我还圈起来，我还说这是我人生的大运，要好好的跟他拼一下，谁知道三栋房子就这样不见了。各位，那假如这个是你的话，你内心作何感想？你内心作何感想、哦、所以呢，我会跟各位讲，八字、哦、不要把八字宿命，而是把八字当作你的一个未来的参考，好运不好运，那我该如何去应对？那我的能力，我平常的能力就必须要具备。我再简单讲一个例子啊，能力就像我这样子就好了。我跟各位在天天在讲八字，我假如没有能力的话，客人再给我再多的客人，请问我能够做到什么生意吗？我没有能力啊，就算我再好的运都没有用啊，这些客人来就只有他妈的这什么鬼东西啊，乱算一通，请问我能够有什么吗？那等到我没有运的时候，我更不可能有客人啊，了不了解？我更不可能有客人，那我到最后就一定是饿死。但是我平常就有能力，我没有运，但是呢，因为有能力，各位，他可以让我过活欸。那等到运来的时候，哇，很有可能我一个不注意就飞黄腾达了。所以各位，这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各位，把你们自身的能力给我打起来，原因就在这里，了不了解？把你们自身的能力给我打起来，不要只是在那边一直期望着哦，我的大运，我的大运，不需要了。跟你说，我没有运啊，还有16年，各位，我天天在这么网络上跟你们讲，我还有16年，16年，16年我才有运。哦，我16年才有运，那我要等到16年以后吗？不是吧，我现在就好好的打拼啊，开始把我能力培养起来，这时候我可以吃饭，等到16年以后呢，我可以怎样？说定了，我就大富大贵了。
了不了解？哦，不是说一算完以后，哎呦，我还有16年才有运哦，那个只是运而已，了不了解？那只是运，运它没有绝对的标准。谁说没有运就表示怎样不好？没有啊，他没有这样规定哦。没有运，你这个财运不好，它最多会怎样？不发生欸。你不要说以为破财就一定会破财，它可以不发生欸。当你应对得宜的时候，那就少赚一点而已啊，就像这样，那少赚一点而已啊。但是你没有运啊，了不了解？同样的能力，有运的时候，哇，你就赚很多。所以这些运都不是绝对的。最近都是你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陈冠儒啊，来跟我加油打气。我还有16年才会发啊，哦，来帮我打加油打气16年嘛。好，所以呢，第一个，哦，不要被八字限制住，尤其学了八字的人更容易被八字限制住，每天在那边格局，每天在那边用神，富贵贫贱，各位都不会去回想到这一些。我们撇开他是富二代，哦，就是他的 家族很好的，你去看看这一些世界有名的前十，这一些人，啊哦，前十大有名的名人，有哪一个是靠家族的，啊，都嘛靠能力起来的，对不对啊？都嘛是靠能力起来的。哦，郭嘉平你好，哦，郭嘉平是一个不错的命理师，哦，那个在大甲那一边，哦，然后那个你刚好是附近的大甲妈祖台中那边，你可以去找他，哦，大甲妈祖前面，哦，你就不用来找我，啊，他能力很强，他不输我。好，第二个，哦，风水呢是地域学，哦，风水其实是一个区域，风水是一个区域，哦，我们呢，我其实啊，我在昨天就有讲过，哦，就是在我看人家的视频，哦，又开心公司了，哦，哇靠，妈的，你八字本来就不错啊，你就好好加油，对不对？陈冠儒加油，哦，以后你开了一个新公司啊，上面帮我挂我的扛棒，中龙易大师，哦，呵呵呵，啊，这样子我就有名了，啊，呵呵，哦，我说我昨天我看了人家的影片，然后呢这个人来说了，就因缘际会的，哦，他台湾人，然后跑去马来西亚就在那边帮人家看风水，他帮人家看风水，然后那倒也无所谓，哦，我说过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不认同，就是说 啊马来西亚的人啊对于风水这些啊他们的认知比较落后。其实啊各位，我说真的，台湾人跑到马来西亚看风水，马来西亚的地形，马来西亚的气候，各位跟台湾一样吗？跟台湾一样吗？当然完全不一样，欸，那你竟然用台湾的这一套跑去马来西亚，你要知道地理风水它是一个地理区块，哦，我们就以台湾来讲，台湾呢，哦，它是一个南北走向中央山脉，我不会画了，哦，中央山脉，那我们呢会因为季节的风不一样，哦，东北季风啊，哦，夏天啊，哦，就是西南啊，哦，就这样子西南啊，冬天呢东北，对，你知道这一个吗？是这个这种气象，这一种的状况，其实它在怎样，在加油站为什么冬天洗车会非常的生意好？各位，就是因为这个气象的原因。因为啊，你这样子一来的时候，像这一边风这样吹来的时候，其实呢，中央山脉阻得住哦，
所以其实夏天的车子，除非你是在台东花莲这一区块的，你的车子容易脏，但是呢，你只要是在西半部这一块的，都不太都不太容易哦。应该我画错了，应该是要这样。东北季风嘛，夏天是这样，所以呢，以中央山脉，那是不是它透过中央山脉过来，山上会有沙子，它就会这样过来，海上不会有沙子啊，了不了解？海上不会有沙子，所以在这个就是一个气候，它也是一个地理风水，所以呢，你要了解哦，我们西半部的车子在夏天的时候不容易脏，可是在冬天的时候，哇，动不动就卡了一层灰在上面，这个就是一个地理风水，这个就是一个地理风水。可是呢，这个是我们台湾独特的一个情况，你只要大陆有的它的山是走东西向的，那完全就不一样啊。所以你要先知道，就是说其实呢，风水它是一个地域性的，我就随便，这边一个区块，这一个区块，这边有一个区块，它是一个地域性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啊，当你学了风水的时候，你要先清楚你风水的流派是哪一边出来的，了不了解？你要先知道你风水的流派，我常讲沈氏悬空学江南一派出来的，为什么呢？沈氏悬空学它有三星有水星，那它为什么有三星有水星？因为江南的地形就是有山有水，所以呢，它去观察到有三星水星的一种特质。可是各位，你放来台湾，我们哪里有？我们就只有在都市里面，那你看得到山吗？好了，让你看得到山好了，你看得到水吗？没有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开始自己掰哦，比我住宅高的叫做山，比我住宅低的东西叫做水，马路当水，所以说是这样子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把马路当水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呢，各位啊，你认为这个学术在使用上会不会有很大的问题？当然有很大的问题。那香港人口密集的地方，那个很可怕，那个我学生哦，香港来的，他只要一来哦，他就说哇，你们这边哦好轻松哦，可是对我而言，台北是一个很挤的城市哦，他就说哇，这边好轻松哦，可是呢，我看到那一大群人，我就觉得哇，压力好大啊，可是各位，怎么会产生这种现象？因为他们人口很挤，那我住的是一个乡下地方啊，我住屏东啊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外面早就没人了啦，我外面不会有什么没人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在台北的时候，这时候外面哦，叭叭叭叭叭的车子来一大堆哦，这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风水状况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环境地理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呢，我常常讲就是说，风水地理环境它其实呢会跟你居住的地方而会有所不一样。你看哦，同样是台北，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拥挤的城市，可是对香港的学生来的时候，它却变为是一个哇，好轻松好愉快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不是都是台北吗？可是呢，我们居住的是不是就是不一样的位置？所以我住屏东习惯了，我就会被屏东的这一边的人文，这一边的环境区域所影响，所以呢，我跑到另外一个情况的时候，就会有所不一样的感觉。所以风水它本身来讲，我先跟各位讲，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标准，了不了解？它并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，所以你不要以为风水放诸四海皆准。没有那一回事，没有那一回事。所以我常常就会跟人家讲，你们国外的就去找你们那附近的风水师就好了，不要来找我啦。虽然我讲的头头是道，但是呢，我就是跟
跟你讲啊，你那一边的生活环境什么都跟我不一样，我们人文环境不一样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就不一样。好，各位你要知道，地理学就是这样啊，人文环境的不一样，所以它造成的会有不一样。像我们台湾来讲的话，哇，屏东哇热死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时候呢热死了，我们就想要喝冰的啊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在喝冰的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可是呢，假如呢是那一些比较偏北的，像有一次我在教东北的学生，哎，用视讯教，你知道吧？我十二月我穿短袖在吹冷气，在吹电风扇，他十二月他穿大衣，为什么？我说哇，你那边到底多冷哦？现在啊，零下一两度，哦，我说哇，你那边也太冷了吧？他看我穿短袖，对，这样的风水环境条件会一样吗？会一样吗？哦，所以我就会常常跟各位讲，就是说你们去找你们居家附近的风水师会比较好，哦，因为我所学的东西会比较偏向于呢跟我同纬度的这一些，哦，我们台湾同纬度，例如啊福建啊，哦，这一块跟我们很相近的这一块，它还适用。但是啊，你假如说什么马来西亚啦、菲律宾啦，那一个的话，我不敢保证，因为我知道地理有这一种的情况。地理有这一种的情况，所以，我不会飞到国外去的原因你就知道了，但是你假如叫我讲八字，那全世界共用的啦，哦，全世界共用，我就会到全世界去了。但是啊，没有人请我去讲八字嘛，啊，要拼命的话，只要一个视讯过来，所以说我也不可能哦，欸，跑去国外哦，拼命嘛，对不对？视讯来就好。那为什么八字它就可以，可是地理风水就没有办法？其实传统学的地理风水它也有这一种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中国是属于温带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四季分明，所以呢在同纬度的这一些国家，同样的气候条件，八字是可以适用的。因为八字有两个点很重要嘛，年啊，月支嘛，时支嘛，这号称黄金三角嘛，啊，日主出生在什么时候、什么时间嘛，啊，铁三角嘛。就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只有我所画的月支跟时支有温度啊，其他的地方没有温度，哦，其他的地方是没有温度的，所以呢，它就会产生什么现象？然后你一看到哦，夏天出生的，你会知道哦，就很热啊；冬天出生的啊，就很冷啊；春天、秋天出生的，平平常常啊。啊，你要知道早上的温度一定比晚上的要高嘛，哦，早上的温度比晚上的要高嘛，就这样子而已啊，哦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来说有温度，那这个温度。我说过了啊，你不同的经纬度，你只要赤道的话，哇，东南亚那一边，哇，热到爆，它几乎没有夏天，那没有冬天，它的冬天，对不对？就是夏天雨叫冬天。那我们这一边的冬天，哇，能死了。结果呢，你一直往北跑，俄罗斯说不定它的夏天，哇，等于我们这边的冬天。时常有的是气候温度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当这个气候的一个状况不一样的时候，八字他们就要出现很大的一个状况。所以有一些人去批国外的人，他们会觉得不太准呢，欸。批国外的人不太准，原因就是在于你要知道，八字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，我们中国人会去研究那一个吗？哦，欧美的人吗？当然不会嘛，对不对？
我们是一个锁国的一个王国，哎、欸，中国永远都锁国、欸，哎，哪有什么时间去国外，对不对？就只有蒙古他妈去打到那个哦，变成欧亚陆三个大帝国哦，蒙古有那种向外发展以外，其他的几乎都锁在中国自己的领土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们怎么可能去跟外面的人有多少的一个交流？所以这一个八字的学问很闭锁，它就是我们中国里面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它会受限于我们的地理环境，就是我们是温带国家的限制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不是温带国家的一个情况，就很难算得准。哦，各位，这个就是一个八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啊。所以你拿传统学去算国外的人不太会准、欸、那五行派他跳脱，所以学五行派都知道，我们哪有在讲温度啊，我们哪有在讲季节啊，我管你几月几日生，你爸妈是谁啊，都一样、啊、我们重点是在哪里，我们重点是在时间，我们讲的是时间，全世界的时间都一样的走法，为什么？因为地球自转嘛，都是同样的方向嘛，所以呢，每一个时间它的时间距离我们多久都是固定的。日本早我一小时，永远早我一小时啊，就在那边早哦，转，除非这一套学问因为地球自转停掉了变逆转，哇，我跟你说这套八字可以废掉了，因为时间完全不准确了。时间完全不准确，所以既然呢放之四海皆准的叫做时间，所以五行派自然而然它不受地理限制，因为全世界的时间走法都一样，除非地球自转出现了问题。好，各位要了解地球自转出现的问题，那这一套学问才会被毁掉。哦、但是呢地球的生命应该还有几亿年嘛，反正最少在我中龙一死掉之前地球还一定还会在嘛，而且还是很正常的在嘛、哦、所以我不用担心嘛、哦、所以各位南半球跟北半球很正常啊，他们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是一样的啊，对不对、哦、上一次说四小时人家说啊没有啦三小时啦，哎，我又不是你那边的人，我是知道几小时是不是啊，我只知道我现在是晚上几点啊，就这样就够了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呢、哦、你们要了解时间它不会改变，所以其实基本上你传统学你假如要算南半球的人你就头痛的，月支的这个部分你就可能有的人会六冲，会用六冲的方式、哦、因为六冲刚好是完全相反过来，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就很矛盾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在五行派里面他几月几号生就几月几号生啊，就直接排盘就好了，南北半球时间是一样的，了不了解？五行派不讲气候，所以呢人家就说哎，老师啊南半球的八字怎么算，简单啊，就这样算啊，一模一样的算法、啊、都不用改变啊。为什么？因为 我有澳洲的学生啊，还不止一个啊，那他们在算的人都是澳洲的人，了不了解？只要出大问题了，他们就要来跟我讲，跟我报告啦、哦。那我自己本身也有算过在澳洲的人，哦、所以这一边就是表示说，全世界的时间都是一样的走法。既然时间是一样的走法，那就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，它没有一个地域性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其实不管地理风水或者我们之前讲的传统学的八字，它都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地域性、哦、它都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地域性、哦、那我在跟各位讲的这一些气还有水的一些特点，那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啦，了不了解？那是放诸四海皆准，那基本原理嘛，啊，气就透不过实体物嘛，啊，时间一点完就是两点嘛，那都固定的嘛，
那改变不了的。啊，所以呢，既然它是没办法改变的，那基本上那都是可以用的。了不了解？那就是可以用的。好，最后一个来跟各位讲的，哦，叫古柏哦论命。那最近呢，哦，其实它蛮有名的哈，各位可以去看看它哦。哦，张古柏吧，还是怎样哈？反正你就打个古柏论命哈，就会有他的影片啊。他讲的不错哦，他讲的很好。虽然他的一个基本理论呢是传统学的理论，跟五行派，哦，是非常哦，反正五行派本来就跟其他的学派完全都打架的学派，啊，但是呢，他讲的不错，大家呢，哦，可以去看看他的这些影片，我认为他讲的不错，哦，他讲的很好，虽然他的观念跟我们五行派的观念是打架的一个情况，但是不会，我不会因为他跟我们是打架的观念，我就认为他所讲的就都是错，因为五行派本身就是一个，五行派它是一个反骨学派的，了解？反骨啊，鬼棍啊，就不听话的学派啦。那五行派是一个，他哦。五行派就是一个反古学派，啊，但是他也不是反的没有道理，他只是，哦，跳脱出传统学派的一个封建思维，啊，他跳出传统学派的一个封建思维，以一个呢现在的一个社会角度去看看八字，他是以一个现在的社会角度去看八字，啊，并不是呢以古人流传下来的这一些思想，啊，在看八字，所以来说呢，他来讲古柏论命，他是一个传统派里面，但是呢其实啊，我最主要会介绍他的原因是，假如你是我学生，你去看看这个人在讲话，哦，各位你去看看这个人在讲话，这个人在讲话非常有趣，非常的有自信，哦，非常的有自信，哦，所以呢其实啊，你会发现到他跟我有点雷同，他会跟我有点雷同，因为我们都是食伤型的，我们都是食伤型的，哦，那他的经验当然他是比我还老道啊，哦，因为毕竟他是在这个行业比我还久的一个老前辈了，哦，但是呢你去看他怎么讲话，学生你去看他怎么讲话，你假如想要靠拍影片的时候，你我先跟各位讲，我们要去学习人家的优点，我们要学习人家的优点，了不了解？我们要学习人家的优点，或许他讲的东西你的内心会很痛苦，他说他妈的他观念就完全跟我们不一样，我听得他妈多痛苦，但是各位，我们要的不是这个东西，而是学生你要去听他怎么讲，能够深入人心，了不了解？你把它当作你学习的榜样，你要把它当作你学习的榜样，哦，所以呢这一个才是呢我会介绍这一个人，哦，我看他影片我也是觉得蛮有趣的，啊哦，有时候会笑笑的，而且他英文很好，欸，我英文下下叫，欸，那假如我会的话，哇靠，妈我的市场就大了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会比较倾向，哦，希望，哦，我的学生，你假如你们假如没有模仿的对象，这个人算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老师，啊，虽然他的理论观念都跟我完全是对立的，但是我说过了哈，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各位各个学派他呢的目标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要准嘛。只是各个学派呢他在看事情的角度重点不一样，同样是这一件事情，哦，传统派他是这样看，我五行派是这样看，盲派他可能是这样看，各位同样的事情看的角度不一样，他们的观念会一样吗？当然不会一样啊，像钟容易你正面看，嗯，看起来远远
胖胖的，你从侧面看，看我的右边，哇，这个有点文书气质。然后你从我的左边看，看下去，哇，这简直就是美男子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们所讲的是不是同样的一件事？只是因为他们所着重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哦，所以不要有一个派别，就是说啊，有那个派别怎么样，不能够有这样。哦，虽然他跟我们的理论是有犯冲突的，但是其实大家所追求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哦，大家追求的东西都是一样的。盲派是段建业那一派，段建业。盲派的是以前盲人啊，他下重棋啊，下重棋的他有两位盲人，他们在论断的时候是以，因为他们盲人他看不到人，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论断的一些东西，而且盲派跳脱身强身弱，他跳脱格局的，盲派跳脱格局，所以他没有在看身强身弱，盲派跟五行派是很，就是说这一点是一样的，那可是。下重棋他们没有教给段建业东西啦，他就是一个盲人就在那边直接论断，那现在都叫后盲派啊，就是段建业呢，他本身也是传统学派的老师，那他就去研究了这两个老师，因为没有教他嘛，他就只有在旁边看而已嘛，那他就从他们的大量的案例里面去慢慢的归纳出，他们到底是怎么论断的，所以呢现在叫后盲派，那盲派来讲的话是在1999年出现的，他是在1999年出现的，算是一个这个很新的一个学派，那也有六柱论命，那也有李寒辰的新派，这些都是现代学派。李寒辰的新派是因为传统在取用神太麻烦，那他把传统的取用神他在做一个修正，各门各派，都有他们的专注的某一点，所以没有哪一个才是真正最好的，只要准就行了，只要准就行了，那所以呢各位，五行派他当然他最重视的就是时间了，他最厉害的就是时间学了，什么时间要注意吧，什么时间会发生什么事，这是五行派最强的一个地方嘛，所以五行派很重视危机点，他才不管你未来，为什么？你的未来超之于现在啊，妈的危机点你没躲过去的，你哪有什么未来可言啊，这就五行派他的一个重点，所以我们要去看别人，然后呢从别人身上，去学到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。古博论命他的观看量都蛮大的。那所以我会希望我的学生，去看他，他到底怎么讲的。身为一个命理师他真的很厉害。他真的很厉害。他在论断的方他的学理应该他的学理很扎实啊。所以他在论断的一个状况可能呢会跟我很像，可以跟我很像，那来说的话昨天的批命各位就应该会知道，我批命没有在问人家的，我都直接写在上面的，像昨天那一个有没有直接就写，你这个是什么问题，几月到几月几月到几月，到最后他就说啊，年初的时候被人家fire掉，你看写在前后面他来反馈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批命的时候常我在用的东西，那我很少去论断人家的个性啊这些的，因为没有人会花钱来请我问个性啊，所以呢我的重点并不会是在算什么个性，我的重点一定算在运势，然后呢你要怎么去应对，你要怎么应对，那你的一个运势是在适合走哪一条路，这个是我比较强调的，那当然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重点，没有说哪一个才是绝对的，但是呢以我一个实际的批命，我认为这样对我而言这样子才是最正确的，你的个性你自己还不清楚吗，
对不对？那还不清楚，那就晚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的是你要了解你未来的运势，然后你该怎么去应对啊，这个是五行派最重要的一个点啊。那今天呢，哦，不好意思哦，因为其实我今天是开两边了。一个是在 FB， 一个是在 YouTube， 可是 YouTube 那边哦一直都在断讯哦，所以呢到最后我就只剩下 FB 这一边而已啊。好，那明天啊，我们同一时间啊再会，拜拜。